鄰近中秋，廣州市場嘅麥油開始大量上市，白心嘅4蚊一斤，紅心5蚊。依家包裝工作細緻，網兜上面有紅色大字嘅紅心油。最愛嘅沙田油就仲要等。記得以前冇麥油嘅時候，沙田油係廣東人嘅中秋標配。依家有咗分工，麥油負責中秋，沙田油就係春節。不過喺我睇嚟，沙田油嘅香氣甜蜜係麥油無法代替嘅。